看我现在是不是特别的亮。亮吧。有点出油了。我觉得有点太亮了，我把光调低一点。我买了一个打光灯。是不是很厉害？我专门买了个打光灯。万能的外卖。我前几天就说要买，现在今天就把它买了。谢谢司徒林道送的暖暖，谢谢你的小太阳。正好直一会儿播。正好急会儿播呀，急会儿播。等一下，我去拿个垃圾桶。我飞来啦！对。新设备就是我买的打光灯，你们看它，看到了吗？超级亮的打光灯，是不是很酷？我也不知道，其实郭宇这个东西，就是大家本来就可能就是大家平时说话这样说，然后所以几乎每个小偶像他都会郭宇了。我妈呀，有了打光灯，我感觉我整个人都自信了好多。坐。看我今天我的眼镜到了，刚也给你们，但是我现在不能上眼试。它是个银色还是金色？完了，我看不清它是个银色还是金色。它是银色还是金色来着？反正就是这样子的，他做的是那种1.74的那种，嗯，还是厚，但是也没有比我以前这个薄一点了，没有那么厚。对比一下，对比一下看看，怎么感觉差不多呀？嗯，为什么甚至感觉比我现在的还要厚？怎么感觉比我以前的还厚啊？感受一下，这样子的，其实也差不多吧。你看。这个是这样的一个厚度，然后这是这样的一个厚度，为什么更厚了呀？感觉哦，因为我度数增加了。因为我的度数增加了呀，朋友们，不是因为它更厚了，而是因为我的度数增加了呀，救命！哎，没问题了。就是我给你们闭眼戴一下，这是我以前的，然后这是我现在的。配1.6，1.6是怎么样的呀？它这个1.6和1.74到底哪一个更薄呀？我不懂，我就跟他说我要配最薄的。谢谢海豚蓝心送的夜里，谢谢。其实差不多，不懂。没关系，我还有一副镜框，
我还有衣服近况，等我回头我去淘宝上找一个，把那副金框也配了吧，谢谢，哈哈哈哈哈，波浪波浪波浪送的暖暖，谢谢你的小太阳。我已经开始开空调了，太热了，今天海口又热了，今天在那个棚里待了一天，然后里面一股装修的味道，好难闻，一直把口罩戴着的。半框的会轻一点吧，不知道，但是我要看眼镜好不好看。真的吗？你配的是什么镜片？你才只有我的一半吗？对啊，1.74更薄，对啊，我就配的是1.74的。还有什么更薄的镜片吗？之前有粉丝就给我推荐了很多。因为很临时配的，因为想把这个眼镜换，这个眼镜已经严重变形了，它已经变形，就是严重变形了，所以我就是一直想换眼镜，就一直想换眼镜，然后那天路过眼镜店就把它配了，就配上了这个。大家真的要保护好眼睛啊！我真的是度数增加了。我好像增加的，我确实以前这边好像是700，那意思就是我这边增加了75度。哦，算了，就当没听到吧。大家一定要保护好眼睛。去飞秒啊！我才不要别飞秒。谢谢亚拉河畔钓富婆送的暖暖，谢谢。亚拉河畔是哪儿？亚拉河畔，谢谢你的小太阳。不戴眼镜根本看不清啊，钓得到富婆吗？亚拉河畔在哪儿我都不知道，我都更不知道怎么钓富婆了。墨尔本，哦，我不做那个飞秒，戴的是透明片，没有戴美瞳。我好瘦啊，今天我胖了。透明片就是透明的，就是没有花纹的那种，叫透明片。我眼睛是棕色的，但是那个带点绿的话可能是打光的效果吧。我今天状态蛮好吗？那是自信有了。为什么我今天状态好呢？当然是因为我买了这个大光灯，所以我的状态非常的好，显得我整个人在镜头面前非常的自信。姐就是女王，自信放光芒，你若爱就来，不爱莫张狂，收起你的那些小小花花肠，甜言或蜜语去哄小姑娘。叫啥 BGM 啊，我今天直播的不久，我直播一会儿我就关了，大概就直播到11点吧，直播到11点我就关了。啊，哦，现在已经11点半了啊，对不起，看错时间了，我以为是22:23，原来是23:23，看错了。反正今天直播的不久，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新买的直播灯，然后一会儿就要准备下直播睡觉了。没有，就是看错时间了而已，可能海口有那么1个小时的时差吧。然后他还送了个这个，好像是可以遥控拍照的那种，是连那个，哦，就是跟我的这个自拍杆的架子是一样的，就是他这有华为的这个，我用的是华为的这个，这个也很好用，我有的时候会用这个来拍照。
就是形成他拍的效果。很多经典的照片说不定也是在这里面拍出来的。然后这个应该也是个蓝牙的，带蓝牙的，然后这样子就可以拍照了。谢谢荣敦尔的迷妹文仓鼠送的暖暖，谢谢你的小太阳。哦，我觉得我今天的妆画的也很不错，别们看我的眼线是用那种眼线胶笔画的，虽然已经晕染掉了，就画了薄薄的一点点，本来这里拉了一点点的，往这里拉了一点的，但是因为那个眼就是那个笔它有好像不是很防水，然后今天一天了好像已经融掉了这个尾巴。看这眼线画得多好呀，画得非常的自然，几乎我这个妆就是很自然的那种妆。对，加说得好，加上这个灯的效果更棒了，加上这个灯的效果真的是绝了，天哪，我就喜欢这种小孩夸我买的东西值的。没有再带货了，我没事带什么直播打光灯的货啊，我都没货源，都没有厂商找我做广告，我哪货源嘛。哎呀，看到我眼纹了，哎呀，看到我眼纹了，我离远点，美颜开高点，嗯，看不到了。嗯，会早一点睡的，放心。明天早上还要早起呢，我都还想要不要明天化化妆，不想化算了。或者说给我们可以大的折扣 OK， 或者说怎么说呢，或者我明天带化妆品带点 BB 什么的过去，然后随便画一点就行了。然后我把腰吐了，什么摇摆，不是摇摆，是我这个支架它不稳，可能会有一点晃，就应该它应该自己防个抖。对，因为我这是个桌子，然后放在这个桌上，我这样一动它就会晃，就没有办法。大家，我买个云台当支架用，我疯了吧？放过我，大家就是大家辛苦那个什么一下，那个词儿叫什么来着？克服一下，大家克服一下。云台以后太贵了，买不起算了，明年吧。我看了一下，我很久没有跟过 vlog 了，没有什么拍 vlog 的，就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让我想拍 vlog。 最近自拍好看就随便拍的，就是我就在电梯我看到有面镜子，然后我就这样子拍了一张，然后就走了。记录一下饮食啊，给大家介绍一下饮食。海底捞送的哈密瓜，海底捞送的苹果哈密瓜，西瓜，小番茄，小番茄好吃，我可喜欢吃了。他是补偿了我们一个果盘，因为今天菜品有一点问题，然后他就补偿了我们一个果盘。嗯哼，真的？那你们那个果盘他有给你们装满吗？他们有自己给你们拿去装吗？就是说你们把果盘给我，我给你们装，这样，然后给你们装了满满的一果盘的水果过来。有吗？你们自己装的？那个海底捞的看到你们没有说你们吗？没有说帮你们装吗？
哈哈。我的脸这边要是大一点，我的脸就对称了，然后这样。嗯，不错，对称了。什么时候来北京了？不知道哎。不知道啊，不知道啊。因为我从小吃东西都是这边咬的多，然后现在慢慢的用这边咬。嗯，味道有吗？对啊，你什么时候来广州呀？待到4月15号左右，然后我就参加巡演。唱的歌不多，就是为就是我们可能只上后面的几首大歌，前面几首大歌上不了，这样。程度减，透露一下，我都不知道，我现在都不知道，因为我们现在还没定完呢，所以我现在没法透露，等透能透露的时候再告诉你们。好，告诉他为什么我白了呢？快告诉他们为什么我变白了。一，我开了美颜。二，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告诉他。没错，是因为我打光了，我买了打光灯，然后我今天打光，然后可好看了。对，今晚的我是冷白皮，看我手和脸的色差，对不起，是我粉打太多了。但是没有色差怎么能才没有色差的话怎么才能让你们觉得我看出来我打了那么多粉底呢？期待呀，你们会整什么活？哦，我看了，快没电了，手机快没电了。我看了那个，我觉得你们那个提议蛮好的，能不能穿你们自己学校的校服啊？就你们以前的校服。没有没有透露，我只是说到这个了，好吧。さよならなんてないよ、初めの最後は長くてよ、せーでのにならならならな。我不知道什么歌，还有这个哈密瓜好甜，有点酥，吃完小番茄够了，下午再吃，有鸡蛋绿的。还有一盒崭新的留给他，这是什么 PLANET， 这首歌叫，这首歌相当于梦回了2010年的抖音一样。谢谢垃圾小明送的气球小熊，谢谢。
你可以塞七个小番茄在嘴里，你厉害。好的，表演太极吗？好好好，期待了，不会睡着，你自己自备音乐哦。对啊，我又问了一家吸血小熊，就是我问了一下我另外一家，就是淘宝上问了另外一家，他们是抢钱吗？就是我看了一下他们家作品也不咋地呀，他怎么还敢说那么贵？就气球小熊那个什么，那个就是不是做个粘土吗？回头我再去问一下，要不是我喜欢的那一家就是报价又便宜，然后他们家做的也好的那一家，要不是因为他们家一直就是要排单排了好几个月，我就找他们家做了。其实我觉得一个气血小熊大概就100多出头，120到150是我的理想的价位，因为气血小熊很简单，你们也能看得出它的模型真的非常非常简单，他们报价基本上都是在200左右上下，我都服了。唉，是啊，没事，我自己做。我自己去买，那你捏吧，你捏，我也自己去做，然后看谁做的好。你捏了自己收藏。自给自足，对呀、啊。发现这个房间里说话的人我都认识。发现直播。怎么就老公？啊，是吗？我不认识你吗？那好吧，那就不认识你吧。不，你不认识。就是我说刚刚在说话的那几个人我都认识，对，你不，我不认识你，就很多就刚刚说话的人我都几乎都认识，那 ID 我都，你忘了以前的 ID 啊，我也忘了你以前，不，你以前的 ID 叫啥来着，可复杂了，不说话的也很难认识，你不说话我也不，你不说话我真不认识你，你要多说话我才认识你。你之前 ID 为什么要问我呢？你自己想啊。哎，都改名，谁不知道你是博那个什么博叉叉道啊，对吧？不是你，我是说刚刚那个飘过去那个人，他问他以前的 ID 是啥。我说他是那个国叉叉道，没说合法妻子。哦，是，你是摘什么摘叉叉鸟？哎，十七以前的 ID 叫啥来着？完犊子了，违法妻子是吗？不，他改名，他之前改了名的，这不是他。以前的名字，他以前名字可难念了。就是你们乱改名字，我真的记不得，我的脑子就这么点儿。然后装你们 ID 装了这么多，谢谢 GNZ48-徐丽飞送的气球小熊，谢谢。哦，XVII，对，XVII，
这学期就下线了。反正我就知道你老叫他十七。好的，我这种自我介绍的人我就特别的 respect 好吗？你也有曾用名啊，你不是后面加了个 48 吗？哦，他最早的 ID 是那个可口可乐世界里面。那你们知道我以前曾用名是什么吗？我的曾用名不知道了吧？还真知道。你知道，你是不是查了我的户口本你才知道的？除了那些查过我户口本的人，你们不知道吧？我告诉你们，你们都不知道我的曾用名。告诉你们，对啊，我都不知道你们的，你们也不知道我们的，那我们就打平了呀。对，我叫刘德青山仔，我叫刘德青山仔，不是郑楚文。以前又不认识我，是的。你才叫刘香菜，你叫鲈鱼，真的假的？就可以以这个题目来写一首歌，什么样的题目呢？明明认识这么久，我却不知道你以前的模样，不知道你以前的样子，不知道你以前的姓名，好虐，好惨！哇，这又是个主题，可以写一首歌，期待你们的作品。就是明明已经认识了这么多年了。但是我对你的以前一无所知，哇！我用过复兴网吗？没有，我没有你们那么吐那么飞。叫刘琦，真的。他追他跑，他插翅也难飞。你字打错了还是真的假的？还是故意的？不是一个又一个人一个。主加一横吗？写了一篇先婚后爱 ，Oh my god， 好恐怖！哎，问一下，如果就是你们以后有对象了，就是你们那个对象他隐瞒了他以前所有的事情，你会选择直接跟他分手，还是直接过下去呢？没有，不是吧？就是他不会告诉你他以前的任何事情，他从来不会主动告诉你，就算你问了他，他也不会想说，他说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不想告诉你。我们现在过好，现在不好嘛，一定要归根究底的问清楚我以前的事情吗？你为什么一定要问呢？咱们现在就这样好好过不行吗？就这样子的，然后你们会怎么样？只能怀疑他是 gay 了，还能这样的呀？好像是有点道理，有点道理，有点道理。如果他隐藏自己是富二代，你能接受啊？行，安于当下，不问过往，是什么都不说，有什么好聊的呢？他问你说。没有什么好聊，那就我们创造自己的未来不好吗？你一定要问清楚以前的事情吗？那些事情我不想告诉你，那些事情都与你没有关系，何必呢？我们现在不是过得很好吗？是这样子。我不是渣男。哎，突然想到这样挺好，想想如何把这样的一个东西搬上舞台，以这样作为一个剧情把它搬上舞台，用什么样的歌呢？用什么歌呢？
未接来电。我做一个看看吧，看看你做不做出来吧，看看要怎么去呈现，有点现在只是有个大概想法，没有一点点任何的什么。你们中间有个孩子什么玩意儿，人间规则那歌词就不适合呀。哪个成员要被我扎那不知道，随机挑选一个吧。我不要当渣男，我是女孩子。怎么好那个呀，奇奇怪怪。我在等你的电话，真心不回家，你同样在等我吗？默念着号码，没被接听的电话。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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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期待你的回答。哦耶！奇奇怪怪。真的啊，等会儿好舞台看看情况吧。抱抱，怎么月宝有徒弟了？怎么还有徒弟？你是暴躁徒弟吗？你是要学习他的暴躁吗？女方来一句，你不是说你没手机吗？怎么可能，现在人怎么可能会没有手机呀？你要没手机这个东西就真的太过分了吧。抱抱怎么唱的，抱抱怎么唱的？等一下，我一下没想起来，我刚就在想，但是没想起来。给我一句歌词，我看看。给我一句歌词啊！你，哎，副歌怎么唱的？副歌。如果你能拥抱着我，瞬间舍得，那就不放。如果还能。拥抱着我，也没有遗憾。哒哒哒哒，你给的温柔，你要相信爱的承诺。起高了。任何心宽广，也只能你拥有。起高了。谢谢人到了美术馆会好看起来送的夜蝶，谢谢你的幺蛾子。是什么歌？有没有慢换一首？谢谢大家。他能不能给我推整点我会唱的呀？我点一下。这什么歌？遥远的梦，为什么会在我的歌单里？哦，这首歌，我说它怎么在我歌单里？你是几万里晴空，我只是秋天下的落红，何时再相逢。这首歌好听。这首歌很高的。我们刚刚说到哪儿啊 ？Universe， 乌嘎，乌嘎，啊乌什么嘎？拉警报，气风暴，什么预兆？什么辣，什么叫？不放眼里的，不起高了，不放眼里都给 out， 乌嘎，都给 out， 乌嘎。虽然我只是个女孩，却有颠覆世界的绝招。好高啊！呜呜。
咿呀咿呀呜，全世界都因我而照亮国度。太高了，对不起。Universe。拉近暴起风暴，什么预兆？什么辣？什么叫不放眼里都 get out？Oh God！ 都 get out！Oh God！虽然我只是个女孩，却有颠覆世界的绝招。呜呜呜呀呀呜，全世界都因我而照亮国度，服不服输，输拿出你的态度，一起来为你的舞台加注。呜呜呀呀呜。不记得歌词。Let me kiss me a little bit， 难道是装作不懂？你眼光在别人一秒钟，都烫到我心痛。防卫防卫的老林，你是昔日的天空，我只是秋千下的落红，要何时再相逢？好高啊！这首歌真的好好听啊，呜，太好听了，听这首吧，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哎，给大家听这一首我很喜欢的一首歌，还要缓存一下，听完这首歌我就要关直播了。很喜欢的一首歌，Oh my god， 是什么？这不是我吗？这不是我吗？怎么失去？怎么好像失去你焦点，不再是你话题的重点。翻来覆去彻夜难眠，是否呼出了底线？不敢哭，也不敢直视你的脸。为何临睡前还想要留一盏灯？你若不肯说，我就不问。只是你现在不得不承认，总沉沦，失望的罪人是恋情本身，但是不要只是因为你是女人，大概的深会不会？这首歌六分钟。为情困，摸着了灵魂。该爱就爱，该恨的就恨，要为自己保留几分。女人独有的天真和温柔的天分，要留给能爱的人。不管未来有苦多难，有他陪你完成。虽然爱是种责任，给又给完整，有时爱的无法永恒，爱有多销魂，就有多伤人。你若用爱，就要勇敢分。这首歌好好听，我超喜欢。谢谢大恩愿棒，谢谢。我为什么要换新 iPad？ 我 iPad 又没坏，我干嘛换它？不要，我不会唱那首歌。不换说，我就不问。我等会儿再给你们选一首最后的一首歌吧。我要选，就是我下载的音乐里面选。我在我下载的音乐里面选给你们听，最后一首歌。什么奇怪的歌单啊！救命！这首歌是《伤痕》，这首歌叫《伤痕》。回头和平衡，回头
林忆莲的。该爱就爱，该恨的就恨，要为自己保留几分。女人独有的天真和温柔的天分，留给真爱你的人，不管未来多苦多难，有他陪你完成。我最喜欢就是那个该爱就爱，该恨的就恨，要为自己保留几分，这句我特别喜欢，他唱那种唱出来就感觉该爱就爱，该恨就恨，唱得很洒脱的感觉。爱有多销魂，就有多伤人，那就要勇敢。女人独有的天真和温柔的天分，要留给真爱你的人，不管未来多苦多难，有他陪你完成。女人爱是种责任，头顶有雷，哪有雷啊？啊！怎么会这样？啊，没头发，兄弟们，我没头发了，我发缝也经常换啊，但是我发缝就是啊，它就是这么稀疏啊。他就是这么稀疏的呀。送上一首我最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后面几乎都是旋律，我就关掉了。啊、oh, ，VIP 过期，你要用 VIP 我才能听这首歌。我屌，找一首不用 VIP 可以听的歌。勇敢分。等一下。我就是随便点一首这个吧，是一首日文歌，我很久以前听的歌，我还挺喜欢的。初めて持った出たんだ日を君は思えてる这首歌的歌名叫831143，831143。最后一首歌，对，马上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谢谢大家今天晚上能够在这么短暂的时间看我播了一个奇奇怪怪的直播。虽然我觉得这个直播算是我这段时间播的最自然、最轻松、最舒服的一个直播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一个哈欠都没有打，我就是一点困意都没有。就没有带着目的，我就是我没有带着目的来直播的，随便就是轻松直播，就好像一点事儿都没有，真的。以后都这样吧，直播就这样吧。我打嗝了好几次，哎，对不起，吃太饱了。谢谢荣登儿的迷妹文仓鼠送的暖暖，谢谢你的小太阳，我刚没手机快没电了，还有10%了，谢谢。是吧，这个直播我觉得我自己都播得很轻松很快乐。谢谢 B 宝宝 B 宝 B 送的暖暖，谢谢你的小太阳。因为我今天水果吃了，耳朵就一直有点水渣渣的。玉米好吃，我今天买的那个就是花玉米，那个煮起来好吃，那个真的煮起来特别好吃，就是挺好吃的。对，轻松直播聊到哪是哪，谢谢教科书送的暖暖，谢谢你的小太阳。
那种直播的话跟你们聊天我都能聊得很开心，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前段时间的直播我老找不到状态，今天一下哎状态找回来了，就确实是这种直播的状态要好很多，之前的那些状态都不大，找的都很感觉都很差，不是很好，现在今天的直播就好多了。不必再买个打光灯了吧，一个就够了，这个打光灯我用完我还要带回广州呢，到时候我回广州我就不用拿我的电脑打光了，我就拿这个直播灯打光，谢谢你们的小空调。这首歌是我几乎是我从开始使用网易云就一直在听的一首歌，真的很好听，我推荐给大家，想给你们听这首歌，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对，这个灯比电脑打光打的好多了，我电脑就纯粹就是只是打了个光，这个感觉有一种清晰柔光效果，就感觉很高级，不愧是我花了95块钱买的打光灯。讲的是啥？你自己去听就知道讲是啥了。对啊，95块钱巨款购入，值了值了。就是那种外卖买的那种打光灯，因为直接外卖买的没有拿快递买，就快递实在是太慢了。就少吃几顿饭嘛就可以了。哎，我眉毛画的也不错，今天是吧？嗯，今天我妆也画的很不错，所以我也自信很多呀。打光灯会晒黑吗？我真不知道，这问题我就不知道了。是不是可能我自己要擦点防晒什么的？它还有几种光呢，你看它还有这种偏黄一点的，然后偏白一点的，但我喜欢这种，就是稍微感觉自然一点的光，这个白一点的好像也可以，但是感觉这个光是我最喜欢的，我觉得很好看，这个光好看。好啦，今天直播要结束喽，我要关直播了，最后一首歌也分享给大家了，下回再直播吧，大家晚安，拜拜，早点睡呀，早点睡，拜拜 ，See you。